你们不要。等一下，我不能笑啊！我要专注。七，这边再高一点点，好，你要让它浮，带着你浮起来，你不能往下压了哦，你要让它微微的浮起来。再扶，再扶，好，两边腰等长哦。好，来，手往下找你的脚趾头，身体上部分都不够。对，眼睛视线看前面。对，我不要，我很近，好，来，再往上。我是运动员，你是。来，我下一个。再来，好强哦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换脚。好，对，可以，不行。啊，对，那不收，好，对，不收。这堂课过后，你就会看到理论之后更常去复健。对，他每天在复健诊所运动。他会真的来这里报告，三真的可以来上课。真的，老师再来四。可以问这课贵吗？五，你都这么说话。对的标准是跟外面教练课差不多。我不要做了，不要做了。握我的手，好，刚握我脚，好，来这边我要放开喽，你们感受一下，好，好来 hold 住哦，我脚要放哦，哇，好来身体坐直，长高，来往下踩吐气，哎，长高一点，好来再吸气，有下，好，在这边就好了，好来来二，小迪你应该没办法，再来三，自己去健身吧，对，哎太快了，太快没有用，没有用做慢，对对对，不要做那么快。来五，那小时候可以再重做一个，四，再来三，你的脚会碰到那个啦，对，脚踏垫，好，再来二，加油，不要碰到底哦，哎，好，来回来，好来，脚收回来，再调皮啊，包住换边，再调皮啊，调皮，做十下，来，有，脚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对，吐气下走一，很好，膝盖弯曲回，再来二吐气下，好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再来三吐气下，不用担心，有脚鼻，再来四，吐气下，他突然放轻，最后一个，你不是垫底了，对，很好，来膝盖弯曲回来，住，好，可以下来了，耶，下一个动作我们要。直接挑战比较难的训练。老师，我们刚刚都快不行了。刚刚那个是肌力的训练，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是平衡和协调平衡的训练。老师，我没有左啊。好，来跑来，我左。好，手先贴住，我们先在这边做稳定，然后上去就三秒反回。真的。你不是不要走，你们不要。等一下，我不能笑啊！我要专注。七，这边再高一点点，好，你要让它浮，带着你浮起来，你不能往下压了哦，你要让它微微的浮起来。再浮，再浮，好，两边腰等长哦。好，来，手往下找你的脚趾头，身体上部分都不够。对，眼睛视线看前面。对，我不要，我很近。好强哦！对对对，这里要用力哦，很好，很不服，很厉害，延伸真的是推出去，